主料：鸡蛋四个，汤120克，玉米油100克，花生酱200克，鸡本200克，牛奶120克。辅料：泡打粉一小勺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鸡蛋磕在碗中，加糖打发，打发至大泡。粉丝倒入玉米油，搅拌均匀。加入牛奶和花生酱，搅拌均匀。将鸡本和泡打粉过筛，倒入蛋液中，不规则的搅拌成面糊。将面糊舀入模具中，八分满，放入预热的烤箱第二层，从下往上数，180度，20分钟。烹饪技巧：一，因为双双没写多少度，我就自己放在了180度，成品的口感比较感，是不是温度高了？不过第二天早上用微波炉一转，还是很绵软的，很好吃。二，唯一的缺点就是烤好后有很多油渗到蛋挞膜里，看来这款满分热量不低哟，减肥的 MM 们要少吃呀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